长达九天的农历春节连假即将到来，央约美地度假酒店准备一系列精彩活动，除了有烟火气球秀，还有可口餐点之外，馆内也精心安排了充满年味的活动，亲手制作有机葱油饼，充满童趣的香草游戏，还有复古弹珠台，让贵宾们为2022年留下美好回忆。央约美地度假酒店准备一系列的精彩活动，针对在地乡亲，在过年期间1月29号到2月6号期间，特别优惠午餐海陆双拼午餐现火锅套餐，每位新台币888元，并且加上职员的服务费，原价为1099元，加赠香草自助点心吧以及饮料无限畅饮，希望乡亲能够在过年期间前来央约美地，感受到欢乐的年味以及人情味。是为了小朋友呢，我们又准备了童万节的活动，那小朋友可以体验一些复古的弹珠台的活动，以及挑战我们香草五感的游戏。那针对比较长辈呢，我们在除夕初一都有跨年烟火秀，还有气球的活动，那大家都可以在非常好的池畔的气氛下呢，享受一点我们的饮品，还有欣赏我们的烟火跟歌手的演唱。那在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我们还特别举办了所谓的拔葱的活动，因为在大年初一的时候，大家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可以事业冲天，然后学业冲天，学业大家都头好壮壮，非常的聪明，所以呢，我们带着大家呢到我们的有机的田地呢去拔葱，拔完葱之后呢，还有做葱油饼的活动，所以呢非常的应景，然后让大家觉得有浓浓的过年的气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大年初二、初三还有走春，那走春的活动就带着大家呢到我们的甘城村里面去做一个导览。那了解甘城村的在地风景之外呢，有参加的人我们都会赠送一个购物金，让他能够回来到我们的馆内，到我们的乐活馆，到我们的精品店呢去做消费。我们针对花莲在地的乡亲也推出了一个火锅优惠活动，平常我们售价要1099元加服务费的活动，我们现在有一个888，让大家能够发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，然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这里享受我们的火锅香草，我们一直以来非常著名的香草鸡火锅。那当然这香草鸡火锅我们还帮大家做了一个加料，所以它是海陆，包含了鸡，包含了海鲜，所以更加丰富，然后再附赠了我们的甜点吧、果汁吧的免费取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优惠。所以呢，在1月29号到2月6号这个期间呢，乡亲的下午、中午来到我们央约美地用餐呢，享受最优惠的活动。金老集团创办人尹春筹董事长表示，天佑台湾，央约美地度假酒店荣获2021年最受欢迎的饭店、最美的饭店以及最美房间三大殊荣，是最佳的防疫度假首选。国内的茶树步道、芬多精以及有机无毒的小农食材，央约良田旗下研发的安心防护口罩，就希望每位贵宾能够增加自我防护力，免于受到疫情的威胁影响。饭店内的有机香草茶、有机蒸汽浴室，都能够让贵宾们增强呼吸道的保护力，希望每位贵宾能够有个难忘又安心的气感疗愈的假期。记者希望简上报道。